旁边是谁？锵锵锵锵！跟你介绍，这是我的儿子孙安佐。目前呢，健美比赛得了第四名，我太爽了，姐姐爽呆了。那这位是我媳妇，叫做阿奶，然后统称叫宝贝。以后你们要称呼她叫宝贝，因为她是我的宝贝。这位是我的心肝，这位是我的宝贝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早安，大家好，是不是好久没有看到姐姐啦？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你有没有看到我旁边是谁？锵锵锵锵！跟你介绍，这是我的儿子孙安佐。目前呢，健美比赛得了第四名，我太爽了，姐姐爽呆了。那这位是我媳妇，叫做阿奶，然后统称叫宝贝。以后你们要称呼她叫宝贝，因为她是我的宝贝。这位是我的心肝，这位是我的宝贝，是我的心肝宝贝呢。我们现在在庆祝，在哪里呢？让你们看一下，只有我们哦。当然还有我们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那就是我的婆婆。看到没？你看，满头白发，多漂亮啊！有德国人的血统。